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德里夫妇。我们今天终于不是两个人，哎，不是，我们通常都有三个人，但今天第三个人不是皮牛是谁呢？请看，对。大家好，我是茉莉 Jasmine。对，他就是我们的这次的那个主题的这个软件家居的改造师啦、啊。嘿，应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会有这样的一个企划跟主题？这个影片是从何而来？为何而来？那是因为我们这次要改造我们的这个摄影工作室，总算有自己的办公空间跟自己的摄影棚了。对，那这个重要的任务呢，我们都交给我们一直很信任的软件设计师 Jasmine。对，然后我们一直其实都有拍他这个频道的影片啦，对，就是 JC Style 2019，然后其实透过他的巧手改造很多不一样的空间，我们就得知到说，哎，其实他的这个 sense， 我觉得或者是那个艺术的那个感觉非常好，而且他我们这次的地方是租屋的，不能透过一些这种敲敲打打或者是木工来做的一些比较硬的改造，我们只能透过软件来改造，所以找 Jasmine 来是非常适合的。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改造后的成果啦，请看 VCR。现在我们来开箱，是我们的软件设计师帮我们寄来的。桌子还是椅子吧？有品味的椅子，哦、好可爱哦，太可爱吧？哎、欸，这很好拍照哎。可是要安装了有点烦，先略过安装的过程。我得到了一个，这是照妖，这个是拿来做什么？送一个盘子。盘子，感觉可以固定什么之类的。是啊。每开一个箱，我的那个就噔噔噔噔，那提款机就一直那个跑出钱来呀。一个灯哦。看，我是买箱子送这个哎。它那个这个体积占超大，这是一个有品味的灯。好。哇，这放在这边。站在这下面会怎么样？好，来看一下。有那顶光的效果啊？还是以后你开箱就是这个？一个雨伞这样。对，什么雨伞？你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环境啦，尤其是我们客厅，是不是我们这一次改造的一个重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来当做什么办公室？哎，没错。嗯，大家来看一下。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很想要仿照 Apple Studio 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硬是要一定要想要的这个木头的这个桌子的桌面才希望是实木的那一种，摸起来比较温润有温度。因为如果做黑色或白色的桌子啊，很像在 K 书中心。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上面。其实这个桌子可以放了四台的电脑，四个人这样做就是刚刚好。哎，这边其实都是每天采光最好的地方，然后从早上大概到下午都有光，自然光，所以这一片呢就会变成我们的网美墙。是啊，软件设计师有特别帮我们做一个点缀，就是放里面放了一个人工的树叶这样子，然后所以你在整体从这边有这个人工的花、啊，还有我们真正的植栽，然后一路到这个那面墙那边，所以这样整体看过去就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设计，就很漂亮。平常我就坐在这边办公这样子，这边是我的办公区。好啦，我的办公区在这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吗？因为这就是办公室的对角线。没有，刚刚坐在旁边，因为我们设计的时候是我要坐在旁边，后来说不要，我就选了一个离他最远的地方。对，平常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这样子。然后一个我新买了一个，这没有业配，这是我自己买的哈，自己买了一个 Samsung 的一个超大的这个曲面萤幕，然后我自己就是把我自己包围在一个包厢里面的感觉。整个工作室里面最有质感的角落就是这一块。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前面之前原本 before 的照片。然后我们就那时候跟 Jasmine 讨论说，这一块我们想还是想要做一些既可以休息，然后又可以做一些拍摄质感拍摄的角落，这样请他帮我们设计。于是他就帮我们设计了这个有点复古，然后但是又有点摩登时尚的这种风格，非常喜欢。这一次办公室空间改造的得力帮手之一呢，就是 DH Concept 啦。
你搜寻欧巴地板就能找到他们哦。那这个欧巴地板呢，最大的特点，它除了不会破坏原本地板的基底，它甚至是可以带走的材料。如果当你不想要这个风格，或是你想要的，你还可以拆走，或是你要换租屋处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拆走。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像我们现在这种租这种空间的租屋主使用。平妞其实是我们老板，他下课以后就会来这边，然后所以他就特别帮我们再订了一个小朋友的绵羊，小朋友的绵羊椅。平妞去做，这个是专门秀给大家看的哦，秀给大家看。你要说好不好做嘞？好做，软软的，对不对？这个材质非常的舒服，是真的很像小绵羊的那个小绵羊的棉这样。好，接下来我们要去。我们把这边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后面现在后面这一块刚好在搭建，刚好在搭建，刚好在用，对。那这个空间呢，我们就是它虽然是做那个中岛式开放的厨房用餐区，但是呢，我们除了平常在那边吃饭以外，我们还希望这边可以做一个小摄影棚，所以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顶天立地架的背景架系统。哇！大家来开房间喽！这一间房间是我真的超级喜欢的风格，因为这次们建议我们说可以漆一个颜色，他就帮我们漆一个这个绿，非常漂亮，超级有品味的绿，大家都很称赞这个颜色。后来他帮他命名叫做什么？没有啊，没有，没有什么绿。好，在他还没命名前，我们就叫他杰斯敏绿好了。在房间的部分呢，因为它是比较复古风啊，那种木的地板呢是比较重的颜色啊。顺便一提哦，这个墙壁上的油漆的颜色也是 DH Concept 提供的专业红牌油漆的选择哦，很棒吧？然后你看，已经有个孩子，那个孩子跟猫都超级知道这个房间最舒服的，老板这边最舒服，对不对？哇，好棒哦！我要晒太阳。要讲它这个原本我们来的时候有点傻眼，因为这个它原本是一个透明的玻璃啊，里面是浴缸，意味不明的设计这样子，不懂。看一下这个材质蛮好，它其实就是一个贴纸而已，它是一个玻璃贴纸，只要贴上去，可是一贴上去感觉完全不一样，质感就不一样。我们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原本的房东帮我们留下来的挂历是长什么样，然后现在的风格是什么，可以搭配这个绿色颜色。那此次的改造我们非常满意，然后重点是我们总算有属于一个自己的空间。虽然老实说了，像我们这种自由工作，其实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上下班时间跟假日。可是呢，我还是希望，因为随着小孩长大，希望多一点时间陪他，还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希望这个工作跟生活的区间可以再稍微再明显。没错。所以我觉得自从有了这个工作室以后，就是你回到家以后，你就觉得特别棒。哦，就是回家，因为那边没有任何办公室。然后来这边就是工作，对，就是有一个区隔，明显区隔。但是虽然说来这边是工作，可是来这边工作其实。是舒服的，没错，整体的空间都不会让你有一种很压迫的感觉，像一般公司的进公司的那一种，没错，对。总之呢，很感谢我们的软装设计师 Jasmine， 当然也很感谢我们自己啦，总算完成这个一个算是一个梦想中的事情，对。按赞、订阅、分享啦，好啦，拜拜。拜拜。